不是你谁呀、啊？你凭什么看？谁跟你讲的？你朋友都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难道你觉得我今天只能陪你同甘，不能陪你共苦吗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想拖累你。拖累我什么了？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把车子房子给我了，你是不是傻？晴天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给你一个家，这个房子是我最……我把它卖了，这张卡里有170万，是房子，还有我这些年攒下的钱。哦，对了。还有我爸的车我给拿来了，房子我们可以没有，但是你谈生意得用车呀。你把家给卖了？那不是家，那只是个房子，对我而言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。如果是一双山水一双空，谁会爱恋在其中。